大家好，我是深圳卫视主持人张馨月，在这儿代表深圳卫视海外节目中心祝福华夏传媒集团20周岁生日快乐，祝福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主持人李玲，在这里我代表安徽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向华夏传媒集团创立20周年致以衷心的祝贺，祝华夏传媒集团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节目越办越红火。我是广东电视台海外中心今日广东节目主持人康毅，金秋送爽，硕果累累，值此丰收时节，我仅代表电视专栏今日广东编辑部全体同仁向华夏传媒集团创建20周年致以衷心的祝贺。在这里衷心祝福华夏传媒集团未来的24年更加辉煌，为我们华人社团服务，为我们中澳的友谊、中澳的文化交流做出他更大的贡献。他搭起了中澳两国的传媒桥梁，传播着祖国和海外华人的新音。新闻华夏传媒即将迎来20周年纪念，在此为你们感到高兴，预祝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我们祝愿华夏传媒集团再创新高。恭喜恭喜恭喜。我们澳洲祥福集团衷心祝贺华夏传媒20周年庆典，生日快乐！华夏20年精彩不断，惊喜不断，目前已经成为华人社区最有影响力、华人朋友最贴心的媒体。祝愿华夏传媒集团蒸蒸日上，再上新台阶。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华夏传媒集团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的总监关悦，在这里呢，也祝愿华夏传媒集团能够越来越成为世界来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展现中华儿女优秀风采的平台，更成为中澳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华夏传媒生日快乐。华夏历经20年不平凡的历程，聚沙成塔，与时俱进，祝华夏集团蒸蒸日上，耶、yeah! Hi, my name is Fiona and I am the editor for Asian Media Group. So, and this year is the 20 years of the Asian Media. In here, I'm congratulations everyone, the world colleague and our company. 大家好，我是华夏传媒集团记者尤一彤。首先呢，我在这里祝华夏传媒集团20年生日快乐。然后呢，在这里我祝华夏传媒集团越办越好。大家好，我是华夏之声的主持人李佳阳。在华夏传媒集团20周年庆典之际呢，祝愿我们集团旗下的报业、电台、电视能够陪伴我们的读者朋友、听众朋友，能够走向更多的20周年。在此之际呢，作为华夏人，祝愿我们集团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 AM1629华夏之声的主播威廉。作为一名华夏人，能够为华夏传媒集团以及当地的华人社区尽我微薄之力，这是我的荣幸。至此华夏传媒集团20周年庆典之际，谨祝华夏传媒集团越办越好 ,AM1629 收听长虹。大家好，我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的主播楠楠。今天是我们共同的生日，是属于我们大家的盛会。华夏的脉搏将跳动出最强的音符，相信在下一个20年，会有更多的新老朋友汇聚一堂，共同见证华夏的腾飞与梦想。我是华夏之声广东话时段主持人 Anna， 我是同声同气节目主持人 Anna， 我在这里祝贺华夏传媒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 AM1629每周六下午5点到7点的直播节目《欢乐港湾》的主持人周令，在这里要特别恭祝华夏传媒集团20周年生日快乐！华夏与您风雨同舟，也希望华夏之声能够伴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华夏 AM1629的主播梁超，在这儿也是恭祝华夏传媒20周年生日快乐。AM1629 算得上是刚刚成立不久，还在它的茁壮成长期，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后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大家好，我是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华夏之声的主播 Alice， 历经风雨成就梦想，今天是华夏传媒集团20周年的生日，
我在此代表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的同仁，祝华夏传媒集团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AM 幺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的主播叶军。作为来自于中国的年轻一代，很高兴也很自豪能够在异国他乡为中国人年轻人发声。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让华夏越来越好。祝华夏二十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的主播王丽，在这里祝华夏集团生日快乐，希望华夏集团越办越好。大家好，我是华夏之声的主持人小崔，祝华夏传媒集团二十周年生日快乐，感谢一路以来各界人士的支持，祝华夏集团在未来越办越兴旺，越办越红火。我是华夏电视负责人 Abby， 今天是华夏传媒二十周年的生日，作为华夏人在此祝贺华夏传媒生日快乐。作为新生力量，我们一定继承优良传统，不断突破创新，相信华夏传媒一定会越来越好。从1994年到2014年，华夏传媒已经走过了20个春夏秋冬，我们将一直怀揣着感恩的心，与华夏一起携手并肩，共同超越自己，共创华夏更辉煌的明天，因为我们同为华夏人。